什么是砂轮？砂轮是一种打磨工具，它主要用于磨床上。砂轮属于模具的一种。砂轮其主要作用的是磨料层部分，磨料层部分主要有结合剂和磨料两部分组成。砂轮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超硬砂轮，另外一种是普通砂轮。超硬砂轮的主要磨料是金刚石和 CBN， 普通砂轮的主要磨料有刚玉和碳化硅，磨料是参与磨削的主要成分。超硬砂轮的主要结合剂有金属、树脂、陶瓷、电镀、铅焊等，普通砂轮的结合剂主要有陶瓷、树脂、橡胶等。大部分的超硬砂轮它有磨料层部分和基体部分两部分组成，大部分的普通砂轮没有基体。不同的磨料加工不同材质的工件，具体看我之前这个视频。